打最高分，要给自己一点激励嘛。上海，除了上海以外的城市，牛仔裤，没有啊，会让我不断的重新认识自己。我演的是特种部队的狙击手，首先我是觉得这个军人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，他们的生活比较有章节嘛，然后特种部队呢就生活得更苦，因为他们每天有高强度的训练，然后要执行一些秘密的任务，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军人都是值得我们去敬佩的。最想合作的男女演员，男演员我想合作邓超啊、范伟啊，女演员我想合作，女演员我都想合作。烧排骨吧，我也不知道我那是什么烧，反正是烧排骨。我觉得现在都挺好的，多运动啊，管住嘴啊，管住嘴，迈开腿，给我同龄的人一点建议，我希望你们能活得开心。Well, there's no rule book. I think that you have to sort of embody this confidence.